副总统陈建仁、彰化县长王惠梅一日前往探访分别居住在和美的仁瑞黄阿潘阿公及福兴乡的陈师黄梅阿妈。陈副总统赠送仁瑞总统府金锁片及礼品，王县长也致赠仁瑞重阳礼金10000元，表达对长者的敬重与关怀。那么，希望咱的这个长辈哦，拢会使啊多运动，然后呢啊，找出你家己的嗜好，上重要，咱的家庭和乐啊，和咱的家里细碎来给咱友好哦。咱彰化县的即卖65岁以上的长辈，伫咱8月份已经突破20万人吼。那所以未来如何咱的长辈更加快乐、更加健康、更加活了有尊严，啊，是咱的这个爱来努力的部分。啊，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啊，后生孙啊吼，后生查某囝大家拢真友好。你安尼听运动，你看朋友，啊，大家有哪开讲有做？开讲。陈副总统与黄阿潘阿公、陈师黄梅阿妈话家常，现场气氛温馨，祝福老人家健康平安。陈师黄梅阿妈精挑细选的手作粽子、香包及福袋香包，分别赠送陈副总统及王县长，祝福他们福气满满，现场气氛温馨。公益频道张华云、林立俊综合采访报道。